老婆子，哎，来来来，老头子，哎呦，老头子，快快！哎呀，老婆子，哎，来到这清风亭了，咱还是歇歇再走吧。老头子，清风亭离咱家没有几里路，天儿怪冷的，咱们还是快点回家吧。家里也不比这暖和多少，咱还是歇歇再走吧。歇歇再走？歇歇再走。中，那就歇歇再走。老头子啊，搀我来。你扶我来。哎，你搀我来。你扶我来。好好好，还是你搀着我，我扶着你。咱们互相搀着。老婆子，你请坐啊。老头子，你坐。你坐。你坐。好好好，咱两个都坐，都坐。都坐，都坐。哎呀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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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鬼呀！老头子，哪儿来的鬼呀？就在这清风亭上。你听，老头子，这哪儿是鬼呀？分明是婴儿的啼哭之声啊。老头子，你上去看看去。好好好，我去看看啊。你小心点儿。好好好。哎呀，老婆子啊，果然是个婴儿啊。果然是婴儿。哎呀，你快快抱来我看，抱来我看。哎呀呀，果然是刚刚落草不久的婴儿啊。这么好一个娃娃，不知是谁将他抛在这清风亭上啊。
是啊，这位母亲心也太狠了啊，大冷的天儿，好歹也是一条性命啊，好可怜哦。哎，老婆子，哎，我明不了，定是来路不明，将他抛在此地呀。嗯，说的有理。不过咱不要瞎猜，咱在这等上一等，若无人来找，咱再做决断。等上一等。等上一等。中，等上一等。哦，哎，老头子啊，你瞅瞅这上边这是什么呀？拿来我看。在这白绫之上写着红字，这是血书。写的都是什么呀？他不认识我呀。啊哎呀，老婆子，老头子，不过有这血书在此，定是他母亲忍痛逃之，不会有人来找了，不会有人来找了，不会有人来找了。啊、老婆子，哎，咱捡到一个孩子啊！咱们捡到个孩子是啊！哎呀，捡到个孩子啊！哎，老婆子，哎，你快摸摸啊，是男是女啊？快摸摸！对对对，带我摸摸，啊、我摸摸。是男是女？啊？老头子、啊、是个带茶壶嘴的呀！哎呀，老婆子、哎，这一回咱有了儿子了啊！咱有儿子，有儿子了啊！哎呀，咱有儿子了！哎，老头子啊，快给儿子起个名字吧！对对对，哎呀，起个名字，起个名字，有了，老婆子。哎，想当年咱养子为祸叫小宝，如今这苍天赐给咱的儿子，叫季宝，如何呀？张季宝。嗯。哎，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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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瞅着点啊，老头子。季宝，儿啊，咱们回家呀。咱们走吧，老婆子啊，老婆子，这一回你可要小心点啊！哦，哎，来来来，我搀着你走啊。咱们走吧。天气太冷，来来来，将孩子抱好。啊、对对对，抱上。喜宝，儿啊，咱们回家呀。走吧。哎呦，老婆子，老婆子，老婆子。你可要小心点啊！走吧。哎呀，见个儿子。
人苏醒，二夫人醒来。你把小孩放到哪里？待我与你找来。小少爷放在这里，怎么不见了呢？你还我的小孩，你还我的小孩。哎呀，苍天哪！大夫人逼我将小少爷跑到荒郊野外，被那狼拉狗啃，小人我不忍，就偷偷地将他放在这清风亭上，为的是被人发现，如今时间不大，恐怕被那闲人君子捡去，了无生命之忧啊。无有生命之忧？不会有生命之忧的，二夫人，你要保重身体呀。老爷只有这一脉骨血，日后回来定能设法寻找回来。不，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娇儿，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娇儿。二夫人，二夫人，你好不明白呀，大夫人。既说他是克星投胎，你就是找到他，他也莫能放过呀。我儿刚刚落草，他就求神算卦，说什么凶星克星，分明欲害我儿。等老爷回来，我定要问个明白。他父官居吏部，平日我家老爷也怕他三分呢，就是老爷回来能奈他何呀。二夫人，咱们还是回府去吧。啊，不，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娇儿，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娇儿。二夫人，怎么你们要找那个小克星吗？我求神算卦既是大凶，这命犯土坑，难道说你想让这个小孽种败了薛家的家业吗？败了薛家的性命吗？来人，送他回府。你还在那个小克星你？我把他扔到荒郊野外，被那狼拉狗啃，恐怕早就入了豺狼之府了吧。周小哥，你是个明白人，可要好自为之啊。是
小少爷，你被何人捡去啊？你在哪里呀？回来了啊！豆腐卖完了吗？那豆腐没卖完，我赶回来。我得瞅瞅。哎，老头子啊，拿来。啥呀？钱呢？哎，我还得数数。老头子啊。这钱怎么少一个呀？少一个，嗯，你看看啊，我给几包买了个肉包子啊。哎呀呀，咱那季宝儿了最爱吃肉包子，等他回来趁热吃。嗯，好好好。哎，老婆子，这午饭可曾做好啊？早做好了。什么饭呢？面条。嗯，面条好，面条好。慢着，这面条了是给咱季宝儿子做的，咱们俩呀还是老样子，炒豆腐渣。豆腐渣也中。豆腐渣也中。哎呀，豆腐渣也中。慢着，老规矩，等咱儿子回来一块儿吃。老规矩。嗯，等咱那季宝儿回来一块儿吃。对。哎呀，老婆子，咱那季宝今天若是不回来，莫非你要饿死老汉不成？我说你这个老东西怎么越活越糊涂啊！啊，咱那儿子在学堂读书那是多辛苦啊，等他回来暖暖和和吃顿饱饭，儿子高兴，咱们俩也高兴，咱们老两口子过的不都是咱那季宝儿子吗？说得对，不能让孩子吃剩饭。哎，那咱等等等。哎，咱等等。哎呀，老婆子啊，这商议过午，咱那季宝儿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是啊，莫非在学堂跟学友们怄气了？莫非在路上遇见什么坏人？老头子，我咋越听你说我这心里头越害怕呢？老头子，带上包子找找咱那儿子去。嗯嗯，好好好。见着儿子你让他先吃包子，别给我饿着他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小心点。哎，
老婆子啊，鸡巴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！老头子，快接着去，哎、接着去，接着去。儿啊，鸡巴。哎呀，鸡巴，今天回来怎么这么晚呢？是啊。鸡巴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爹爹给你买了什么了。吃啊，吃吧吃吧。好好好，回来吃，回来吃，好好好，回去吃，回去吃，哎，回来吃。儿啊，你回来了。老婆子啊，快端面条，快端面条啊！对对对，我去端面条，我去端面条。娘，孩儿不饿，等一会儿再吃吧。要不再等一会儿？等等等啊，等等等。爹娘，今日孩儿放学回家路上遇见一个怪老头。什么怪老头啊？爹娘。这就去，这就去，快去快去。爹爹休要着慌，孩儿实言相告，路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怪老头。那你刚才是啊，那你刚才孩儿在试探二老，如今孩儿我全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呀？儿啊，明白什么了？我明白我不是你们亲生啊！这儿啊，你说些什么呀？儿啊，你可不要胡说呀！是啊，儿啊，你可不能胡说呀！我不是你们亲生啊！哎呀，这，你这个奴才！是亲不是亲，十三年一尺五寸将你养成人，胡言乱语你偏信。
生气呀、啊，就不打我儿了。快去，有了。生气就不打我儿啦，儿啊，听话，快去。哼！啊！你，启鹏，你给爹爹认个错，往后不要再提这个事情了，我就不打你了啊！是啊。不，今天你非得跟我说清楚。你要再提这个事情。你要是舍得打，给你打，给你打！张继跑，儿啊！老头子，你打不得！老头子，你打不得！儿啊！什么书啊？是啊，是什么书啊？同学们都和我说了，就是先生看的那个书。儿啊，先生没看什么书啊？先生没看什么书啊？是啊，是啊，他是血书啊。儿啊，哪有什么仙书啊？是啊，哪有仙书啊？你们既然不告诉我，我现在就去找人问清楚。你啊。快去把他给我追回来！他到哪里去找他的亲生爹娘？他的亲生爹娘若是要他，刚刚落草之时就不会将他抛在那清风亭上。你不要管他，饿了自然就会回来了。你好糊涂啊！倘若他亲生爹娘真的来找他，日后咱们老两口子可靠何人呐？老婆子，我看此事瞒也瞒不住了，不像说了实话的好啊！啊！我想，这一世三载的养育之恩，这个奴才也不会白白的忘记了。老婆子，哎，你将血书与我取来。哎呀，我早都藏在身上了，咱俩也不认识字儿，我怕他偷着看。给你，这就是他亲生爹娘抛他的铁证，我要让他看看是谁救了他的性命，是谁要置他于死地。老头子，你带上包子，找住儿子，你先让他吃了包子，你可别给我饿着他。好好好，老婆子，哎，你在家里等候，我追这个奴才去了。小心点儿。
又到这清风亭上来了。二夫人，教书先生都进城去了，谁还能说清我的身世啊？小学生，刚才你讲说什么呀？我说我的，没你啥事儿。哎，二夫人苏醒，二夫人醒来。刚才有一小学生来到这清风亭前，眼望着清风亭说道：“清风亭啊，清风亭，你能告诉我谁是我的亲爹亲娘吗？”说完长叹一声离去。我看他年纪不过十二三岁，相貌与夫人老爷相似。你带孙姐啊？相貌与夫人老爷相似。你看得明不？我看得明白。听得仔细。我听得仔细。你快去追他回来。好，待我与你追来。这才分明看见这个奴才远远向这里走来，怎么不见了啊？待我叫来。启报，儿啊！启报，儿啊！请问老伯，你可是在找一个十二三岁的顽童啊？哦，原来是位夫人。正是，你可曾看见我的儿子啊？老伯不必着急，他即可转来。哦，多谢了，多谢了。季伯，你看，爹爹说你几句，你抽身就走。你看这天色已晚，你到哪里去呀？哎，来来来，随爹爹回家吧。啊。说清楚，我死也不回去。说也要回家去讲，同着外人又说些什么呀？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啊，请问老伯，这一万通可是你的儿子母？他自然是我的儿子啊。可是你的亲生？你这个人讲话毫无道理，不是我的亲生，难道是你的亲生不成？请问老伯，今年贵庚几何？我七十三岁。可有婆婆？自然有的。婆婆今年多大年纪？这儿妞哪里与我同庚？老伯，请问老伯以何为生？是个卖豆腐的。我卖豆腐的了，若不是为父卖豆腐，早就没有你这条小命了。请问老伯，你儿今年几岁？我七十三岁。我是一十三岁了。你一十三岁？你一十三岁，叫你把为父都气糊涂了啊。这个人毫无道理，不是我的亲生，难道是哪个亲生不成？自古云，男子四十九，到老终须有；女子五十七，愧疚，哪有六十生子婆呀？哎哎，这岂不问五十七八能生多花，这六十出头还能生个子头，这你能管得着了你？
老伯，实不相瞒，十三年前我那刚刚落草的儿子就丢在这青峰亭上。十三年前哪一天？正月十五。哪天？下着小雪。太子包拯红绸襁褓，襁褓之上血书一块，何人所写？亲手所写。上面写些什么？人人君子抱去抚养，日后定报高天厚恩。这位老伯，我家夫人讲的句句事实。十三年前元宵之夜，是我亲手将小少爷放在这里。这就奇了，这就怪了，既是你亲生之子，为何刚刚落草之时就狠心将他抛在这青峰亭上？我家老爷在京城官居吏部侍郎，怡然旗下无子，老伯你就开开恩吧。什么？我家爹爹官居侍郎啊？是啊。举报。他就是你的亲生母亲。儿啊，哎呀，谢天谢地，这一回我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。举报。快去相认，快去相认。怎么？你就是我的亲生母亲？哎呀，是啊。母亲，咱们快快进京吧。举报，举报。儿啊，你还要求求你家养父开恩呐。爹爹。举报，你家母亲在家等着你呢啊。爹爹，如今我已经找到我的亲生母亲，我终究是要走的。儿啊，你说些什么呀？儿啊，啊，爹爹，你就开开恩吧，让我进京找我那当大官的爹去。你
你这个奴才，奴才劝将良心。
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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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三年的希望你一口吹，这三年原是一场梦，我如今后悔更愿吹呀、年含辛茹苦，我就为了你这些银两吗？爹爹，爹爹，收下银两，给我的母亲买些好衣好饭。儿啊，你当真的要走了？儿当真要走？你果然要走了吗？儿果然要走的，我的儿啊！此番前去
一家团聚，骨肉团圆。可怜你那母亲在家倚门相望，唤儿而不应，呼儿而不见。但愿我儿早日功名成就，我儿老百年之后，你到坟上添上一线土，烧上几张纸钱，我二老九泉之下也心甘了啊。上心，我儿不走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啊，老伯，你看那旁可是婆婆来了？哦。婆婆来了，婆婆来了。猴子，你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咱那鸡宝儿子呢？
急报他。他在哪儿呢？他在后面呢，他在后面。急报儿啊！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咱那继宝儿子呢？他怎么没有跟你一块儿回来呀？哎，老婆子，啊，我口干舌燥，给我快点水来啊！哎呀，我问你，咱那继宝儿子呢？怎么，你问我吗？我不问你问谁呀？不问也罢。哦，明白了，打他了。无忧，骂他了。无忧，没打他，没骂他，他怎么没有跟你一块儿回来呀？怎么，你当真的要问？我当真要问。一定要我讲？我一定要你讲。好，我讲，我讲。老头子，我看你今天回来魂不守舍的，病了？哦，我病了，我病了啊，我病了。站住！我问你，咱那鸡宝儿子呢？咱那鸡宝儿子他，他到哪儿去了？他随他亲生娘走了啊！哦，老婆子，老婆子，青天乍然响霹雳，老婆子，老婆子。这个不讲理的，他走是我叫他走的呀。就是你叫他走的，就是你把他打走的。哎呀，你还我的，你还打我呀。今天我非打死你这个老不死的呀。我非打死你这个老不命理的。我非打死你这个老七婆，老七婆！我打死你这个老乞丐，老乞丐！你我的那个老，你这个老不死的！你还我儿子！还我儿子！哎呦！啊！你摔着了无忧啊！我打死你！哎！哎呀！啊！老头子，掐疼了没有啊？啊！掐疼了没有啊？我怎么不疼啊？老头子，我都是想咱那鸡宝儿子。老婆子，这个奴才随他亲生娘走远了，你不要
要再想他了。我不，我得把他追回来啊！我追他去。老婆子，我这就追他去。外边风大，你不要去了。我这就追他去。你不要去了。我这就追他去。老婆子，你不要去了。老头子，季宝儿虽然没有吃过我的乳汁，可这一世三载的养育之恩，我哪能不追呀？老婆子，那如此说来，咱就追追，再分头去追，分头去追。季宝儿。老婆子，我的老婆子，
老婆子，老婆子，咱们不要追了。老头子，不把儿子追回来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？那还想追？追不回来，死不休。老婆子，咱们追。老头子，哎，别放心了，咱们追。老头子，追！哎，老婆子，老头子，棍儿呢？你这是怎么样了啊？棍儿呢，老头子？哎，别放心了。老婆子，授予你缝制的衣衫，你快穿上试上一试吧。这样的衣服孩儿怎能穿戴？儿啊，
我本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你怎么视为娘如同路人呐？你既是我的生身母亲，十八年前因何将我抛至荒郊？那时我若被狼拉狗啃，岂能有今天呐？儿啊，那都是你大母堂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说了，这话我已听过多次，我对你严家，不要来试探于我，大母亲见会生气的。儿啊，自从你回来，为娘见你甚难。你还记得你那养父养母？我已想了多日，咱们还是一同离开，去到你那养父养母那里度日，你看如何呀？怎么，你让我回去，去过那吃豆腐渣的日子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大母言道，叫我外公赏我一个官做。既保你，你不要说了。参见母亲。罢了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还不把那该晾的衣服晾上一晾。母亲，快快请坐。啊，母亲，何时带孩儿去见我那外公啊？你是不是为你当官的事儿着急呀？你外公说了，进客先取个头名状元，光宗耀祖，然后再放你个知县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多谢母亲。我儿快快起来，只要我儿有孝心，大母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，步步高升。为人之子，孝顺第一，儿愿为母亲卧病求医，抛家马胆。好个孝顺的儿子啊！你才是我的亲娘啊！随为娘到花园赏牡丹去吧。是。Yeah!
老头子。啊，老头子。哎，老婆子，咱们来到什么地方了？这几年咱四方乞讨，怎么又来到这清风亭了啊？又来到清风亭了。是啊，老头子，这不叫清风亭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望儿亭。这不叫望儿亭，叫什么？这叫断肠亭。这断肠亭。几报儿。我在这儿喊叫了半天，你们这两个讨饭的怎么还在这儿坐着呢？讨饭的咋了？讨饭的就不能坐这儿歇歇了？我看这位老人好像当年抱养小少爷的养父，待我叫他一声。张伯伯，张伯伯，张伯伯，你叫我吗？啊，我叫你呢。你是？我是周小哥呀。周小哥啊，周小哥，你可是当年跟随夫人那个周小哥啊？正是我呀。你如今？我如今做了地保了。地保？儿啊，为娘在这里。他是地保，不是地保。儿，这位老人他这是？他是想儿子想的，把两只眼睛都哭瞎了啊。哎，张伯伯，我正想告诉你们一个喜讯呢。你那儿子张继宝得中了头名状元，当了江阳县令，要在这清风亭上打坐。哦，这不，我正在这驱散游人呢吗？哦，哎呀，老婆子，咱们终于把儿子给盼回来了啊！把儿子盼回来了。是啊。哎，张伯伯，你们两个用过饭了吗？无有。饿坏了我，饿坏了我。我这有几个钱，你们倒在下边吃饱了喝足了再来认儿子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好好好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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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老婆子，哎，这一回咱要认儿子了啊。咱们要认儿子了。要认儿子了。要认儿子了。要认儿子了啊。老婆子，哎，你不要哭啊。老头子，我这不是在哭，我这是高兴啊。老头子，如今咱们儿子中了状元，咱们俩去见他，可别给儿子失了官体呀。哦，说得对。哎，老婆子，哎，那边有条小河，咱去洗洗脸，洗洗脸，好见儿子啊！洗洗脸见儿子。是啊，中，洗洗脸见儿子，洗洗脸见儿子。哎，老婆子，哎，按理说，咱那儿子中了状元，那你可就是太夫人了啊！那，老头子啊。你就是太老爷了。你是太夫人。太老爷。太夫人。太老爷。太夫人。太夫人。哎呀，怎么了？
你又跟我撕破了一块啊！又撕破了一块，你呀、啊！我老婆子啊，儿子来了，儿子来了，儿子来了！你好，为了在这里，为了啊，走，咱去洗洗脸啊，洗洗脸见儿子，走啊，洗洗脸见儿子，是啊，快走吧。下去，本官在此打坐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，如敢进犯，打断儿的狗腿。是。当官了，长脾气了。走啊！哎，见儿子去。是啊。哎，张伯伯，哎，张伯伯。周小哥，周小哥，我那儿子可曾到了啊？那不是在亭子里坐着呢吗？哦，带我去见啊。哎，张伯伯，张伯伯，你可要看准了再认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哦，我知道了啊。老头子啊，当真是咱们儿子到了吗？好好好，我去看看啊，小心点儿。哎呀，老婆子啊，果然是咱的儿子到了啊！果然是咱们儿子到了，一点也不错呀！果然是咱们儿子到了。张伯伯，这回认下儿子，就别再走着回去了。那怎么回去呀？我给您二老预备两台大轿。周小哥，周小哥，两台小轿就行了，小轿就行了啊！哎，这老爷子是穷怕了，不要紧，这轿钱我付，放心吧，老人家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哎呀，老婆子，哎，这儿子是你养大的，还是你去认吧？哎，儿子是你养大的，你先认。你去吧，你先认。我去，你先认。哎，那中。我去了啊。哎，老头子，回来，回来。老婆子，刚才呀，要饭的时候了，李员外给我肉包子，我没舍得吃。咱儿子从小最爱吃肉包子，给儿子拿去吧。啊。哎呀，老婆子。咱那儿子如今中了状元，人家什么没有吃过呀？还吃咱要的肉包子？你呀，你快拿回去吧。老头子，
儿子若是将你认下，你可别忘了我呀。老婆子，你放心吧，那徒弟啥时候忘记了徒弟奶奶呀？你下去等着吧，啊！我等着你啊！你可快点儿。小尉持刀两旁站，小民胆寒难近前，定定神，战战汗，自强自劝自心宽，慢说他今日把状元做，做朝廷爹妈也是他头上天，头上天。小命跑进那鬼门关，乌鸦还有凡夫一样高贵，如是天然人非禽兽之情义，何况他知书达理而难，不足勇气大声喊。起报儿啊！哦，看看谁到你的面前？起报儿啊！为父到了，你快快下位。乡人呐，举报分声太能看，岂该老人站庭前，果然是当初的杨福道无声无差，你竟敢冒人冠亲自起报，不是你府到了，你怎么连为父也不认识了啊？我看你是老糊涂了，谁是你的儿子？你是我儿张继宝，我是你父张元秀啊。你姓张，我姓薛，
怎说我是你的儿子？儿啊，这恩父义子他本不同姓啊。一派胡言，言何为证？我有血书为证。血书拿来我看。慢，今天我就拜与你听。上行，我名周桂英，癸未年正月十五生下此子，大夫监督遇害而命，将儿抛至荒郊，人人君子得儿抚养，当保高天后这老乞丐与我荒凉下去，且慢呐！张继宝啊，你个小畜生！
了奴才得富贵。回来了，什么太老爷？怎么了？他不认我呀？不认你？哎，都怪你呀！咱们儿子小的时候了，你对他管教太严。如今咱们儿子中了状元，心里呀跟你怄气呢，待我去见。老婆子啊，你不要去了。老头子。多少年了，我盼的就是这一天，我哪能不去呢？我怕你去了后悔。我后什么悔呀？啊，老头子，儿子要是讲我认下呀，你还是太老爷。哼，好，那你去吧。哎，你小心点啊。你等着我。哎，你等着我。带我去见季宝儿啊，未亮到了，快快下位相认吧。儿啊，为娘我想你盼你，哭瞎双眼，如今未亮到了，你就下位相认吧。原来是母亲到了，待我下位相认。母亲儿啊，母亲儿啊，母亲儿啊！哪里去了？来，将这下坡与我。
啊。老婆子，你怎么跪在地上了？他不认我呀。老头子，咱们走吧。哪里去呀？要饭去。哼，早就该走了啊。走吧，太老爷、太夫人，大轿预备好了。什么太老爷、太夫人？他不认我们呢。啊？不认？想必是他如今做了官，你们这个样子一时转不过面子，依我看上前苦苦哀求。哦，还要苦苦哀求？再不忠就跪下求他。怎么，你会让我跪一下来求他？张伯伯，他如今是朝廷命官，你们是平民百姓，这百姓跪官理所当然呐。我张元秀，人穷骨头硬，我宁跪苍天父母，岂能跪他这个贪图富贵的畜生？张伯伯，你们是他的再生父母，他如今做了官，不认你们二老，你们向他取上一旗，受辱的不是你们，是那个黑了心的张继宝。如此说来，我跪这个奴才就是骂这个奴才。对，他若不认，定遭世人所骂，落个千古骂名。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周小哥说的对，我这儿求你了。老婆子，哎，那今天咱就跪。
跪。父老妻白发苍苍，跪在了你的面前。清风亭救命之恩你不念，也当念，苦苦养你这十三年，这十三年呐、自从你走后，俺二老日夜思念。你的娘想你盼你哭瞎双眼，咱那草棚石磨一点家业我都全卖完，我二老乞讨度日，老病相残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。你得了高官富贵你就不忍俺，你怎忍看俺被那狼拉狗啃，你就没有半点人心肝。我的状元爹呀，元爷，你看他二老哭得实在可怜，你就将他们认下吧。看在你的面上，赏与他们200铜钱，叫他们去吧。都起来吧，都起来吧，状元爷赏下来了。他赏些什么呀？赏给你们200铜钱呐、老婆子，哎，状元爷又赏了啊。赏些什么呀？你摸摸。哦，赏给咱200铜钱呐、啊！张继宝啊，小畜生！
在含辛茹苦把你抚养成人，难道我们就为这200铜钱吗？啊，这200铜钱够你这奴才13载吃穿所用吗？啊，这200铜钱够你这奴才13载笔墨烟钱吗？这200铜钱我们不要，我二老人穷志不穷，赏你这奴才买棺椁去吧。啊，老婆子，老婆子，老婆子，为贪富贵，逼死他的养父养母，这天理